统一是历史定论，大势所趋，人心所向，大义所在。在两岸同胞的共同努力下，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任务一定要实现，也一定能够实现。反分裂国家法实施17年来，在震慑台独分裂势力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，推进祖国统一进程等方面，已经发挥并将继续发挥独特的重要作用。我们将根据形势发展变化，加强运用法治方式和法治力量，遏制打击台独分裂势力，推进祖国统一进程。